要都归给我们的主。阿门。那天去参加了那个天国文化，本来是我没有想要带我小孩的，所以可是就是主的安排让我带了他。然后那天晚上结束的时候，我去接他，他看到我的第一个。我看到他第一件事，我就是看到他两个眼睛是红的。我想说差不多十点钟，很晚了，他可能想睡觉。他说：“妈妈，我哭哭了。”我说：“怎么哭了呢？谁欺负你还是什么吗？”他说：“我跟你一样的妈妈，以前我觉得你听就是祷告什么啊，看唱歌有哭，我都觉得妈妈你哭哭。我说现在我跟你一样哎。”然后开始上了车以后，他就开始一直讲。那天晚上他所看到跟经历，那时候 Anna 姐坐在我的旁边，我们两个人开车一路从 Irvine 开回家，可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要说什么了，因为他完全没有停止的说，他说妈妈，当我进到那个里面的时候，老师确实有告诉我们说他以前小时候的经历，在他八岁的时候主带他到了那个他受刑罚的那一天。所以他说妈妈，老师这样讲的时候，叫我们闭上眼睛，跟着他一起这样子想象，说他们可不可以感觉到神的同在？他说妈妈，我没有办法想，可是你知道吗？当他讲那个 hill 的时候，那个坡的时候，他说老师坐在那个坡上看到那个耶稣受刑罚的那一天。他说妈妈 I literally 他说我真的闻到了那个 sand 的味道，还有 heat。 然后他说妈妈，那时候老师叫我们绝对不要把眼睛打开， don't peek。 然后他说妈妈，我知道他们在干嘛，他们一定是拿那个 sand 的味道在那个房间里面，他感觉说布置那样的气氛让他很容易就进入状况。然后我女儿她是有一点比较爱捣蛋的小朋友，他说 My you know， 他说 don't peek， 但是我还是偷偷打开，我看到那个到底是什么味道放出来。结果他说他一打开的时候，他看不到任何的线，然后他就看到小孩玩的玩啊，玩 computer， 他说可是我为什么闻到那么真实，像那种在一个那种 dirt sand 跟 heat 的那种感觉。然后之后就一连串的，他说我在躺在那边的时候呢，我忍不住我就流下了眼泪。他说我不是哭，我是感觉 very strong very powerful 的一个力量，所以让他感动的想要哭。老师一直想要试着引导他们进入更多，可是珊珊说我没有办法。另外我要告诉各位，就是我在去的时候，我并不晓得那天晚上的主日是非常有恩高的两位老师带领小朋友进入比较怎么说，就是帮助小孩子能够感觉到主的同在。那珊珊她从来没有经历过，所以当老师这样告诉她的时候，她说妈妈，我没有办法想象，我想象不到，因为我觉得好不 natural 好不自然哦。她说可是呢，我在躺下的时间，我感觉到有一个好强好强的光，妈妈好亮好亮哦。他就用一个很奇怪的声音，他就这样子，然后他说你知道吗，就是那种你遮住你的眼睛你也没有办法挡住的那个光。然后我看见了 throne， 他看见了王位，一个位置，他说宝座，他看到了宝座。然后他说我看到了Jesus 在那个上面。他说当我看到的时候，我看到这个里面，他说好亮好亮，好像，然后他从来没看过圣经，他只是听过一些很基本的 Bible story。 然后他就说我看到了玻璃，是不是玻璃啊？他说反正就很亮。我说是什么啊？是钻石吗？是 亮什么？因为我自己也没看过那一段圣经。他说 Anything you can think about， 只要是发亮的东西就是。他说我可以看到那个地上 Crystal clear but I can't see through it。 他说妈妈我看不进去，就是亮。然后 And then I was sitting on Jesus' lap。 我说哇，你还坐在他的腿上啊？他说 Yeah。 他说我坐在他的腿上。And then， 他说他 ，he gave me a box， 他 gave me a present。
So I give you a present. 然后他说那是一个盒子，然后有一个 ribbon 在上面。然后他说，但是 I didn't expect to open it. 他说 I don't know I'm supposed to open it. 他说 but Jesus told me to open it. 他说 wow, then I really open it. 我说，然后他说妈妈 you know, guess what I saw? I saw myself. 他说他看到他自己了，他看到他自己在那个盒子里面。他说我看到我自己在 helping people, helping kids,Not just kids, and 好像我在给人家东西，我在告诉他们什么，感觉上我就是在 helping them 这样子。然后呢 ，Jesus 就告诉我说 ，Do what are you doing right now and keep doing it， 就是说做你现在做的，而且继续做你现在做的事情。哇，他这样讲完，我没有办法任何回应他任何一句话，只是他那一段路程，他讲了好多，我感觉到那个真实，虽然我没有接触过像这一类的像这样子意象，但是从一个孩子的嘴巴里面吐出来这些话，真的是很真实。当然，当一个妈妈，我当然会怀疑很多。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天，在接下来那个晚上，我问了他很多的问题。我说：“你怎么知道那是 Jesus 还是 God？” 他说：“妈妈。” Come on, Jesus 跟 God 不一样吗？然后我就想说，对呀，他怎么分清楚到底是 Jesus 还是 God？ 但是他知道那个他们就是同一位。然后他在讲那些话的时候，他说：“可是妈妈，我将来想要当 ocean biologist， 我想要当的是那个海洋生物学家。然后可是 God 跟我讲要我去 help people。”总之他，我跟他很多就是小朋友的之间的对话。然后我就说：“先生。”你知道什么是 reality， 什么是 imagination？ 我知道在这个堂课的时候，老师跟你讲说，尽量想象。他说：“妈妈 ，I told you I can't imagine， 我想象不到，所以 I use my own way to feel God。”然后他说：“妈妈，我在跟你讲话的时候 ，is this real？” 我说 ：“Yeah, of course。”他说：“但是我在跟 God 在一起，跟 Jesus 在一起的时候 ，it's。”Much real than this， 哇，我很难想象这是什么感觉，跟我讲话还不比 God 跟他讲话还要真实，那个真实的感觉，我觉得他能够这样形容，我很觉得他很了不起。另外，他有告诉我说，他说，我说那你用什么样的方法跟他沟通呢？是他说 Marissa open the box， 还是说 Marissa？ 我就说他用什么样的方法跟你说讲话吗？还是什么？他说妈妈 ，you know， 他很难形容。他说我不知道，他不是用讲话，他应该不是，他可能是用心。反正他就是他用什么你懂，你讲什么他懂那种感觉。那我更迷惑，我想说哇，这个真的很，这是心灵相通吧？应该算是。所以感谢主，我的女儿，在这一次的这个天文文化里面，很真实的得到，这一些很难以形容的感觉。但是我相信，我可以100%相信我的孩子，因为他现在已经是10岁了，不再是那种讲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小孩。他甚至可以跟我分辨出，妈妈，我跟你这么真实，但是那个比这个还要真实。哇，所以我就觉得说他还有很多很多的见证，当然那因为太多了，所以我们下次再一起分享。不过我想大家可以帮我一个忙，就是说因为我是这种妈妈，听到他这么多分享，我会问他好多问题，然后呢怎么样呢，你有看到什么什么什么吗？他就说 That's why I don't want to tell you 妈妈，他觉得这个是好正常好正常的事。他说只要你 pray 你就会看见。我说这么简单吗？他说 Yeah， 但是我相信他是告诉我，妈妈只要相信你就一定会看见。阿门。感谢。